说打乒乓球可以提高反应和手指的灵敏性，这些可以用在电竞上。既然乒乓球能锻炼他在电竞上的技战术，那我想，嘿，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呀？好歹我这球打得也不差嘛。然后呢，我们俩就开始打了一场王者荣耀。大家知道，我打球的步伐跑得很快，如果跑得慢的话，我球都够不着啊。但是呢，没想到打电竞，我这个送人头的速度也很快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大家知道这个结果，我大输。那我儿子非常的开心，因为知道他要打乒乓球给我，估计是他是赢不到的，但是打电竞能赢我，所以他很开心。那么我们发现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我们促进了很好的亲子关系。那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小故事，其实我想说的就是，不管我们这代人如何看待电竞，都必须承认电竞的时代已经来临了。